请你们来猜一下为什么会让女朋友爱不释手，让我们一起来猜一下看看吧。是不是还猜不出来呢？我相信在座99%的男生都不知道它是干嘛。它两面是种磨砂的手感，你以为它是一个粉饼，其实错了，它可是一个智能产品呢。这里掀开，它是一个带 LED 灯的双面镜，这个镜子非常帅啊，上面这里是不带放大的，而下面这个地方呢，它是带放大镜的。女生嘛，爱美之心人人都有。你想象一下，你把这个东西送给你女朋友的时候，她每次只要拿起来一照到自己的盛世容颜，那镜子里面美若天仙的自己就会想到你这个臭宝。至少它还可以让你以后放手回家的时候少跪点榴莲。它除了个镜子还没完呢，这个地方按一下，它是一个大容量的充电宝呢，它不仅可以当做镜子，还可以作为一个充电宝来使用。还没完呢，这个地方长按一下，你们来猜一下它是个什么。